说的小朋友都已经非常准备好，一同加入我们的反抗军，一起要对抗我们的帝国军。拿着镭射光剑扮成星际大战角色，小朋友威风登场，为活动揭开序幕。这里是台中一家百货，趁着暑假和 Disney Channel 合作推出星际大战主题乐园。总共我们分了七大区域，那最特别就是它里面有模拟实境，可以让小朋友在一个比较特别规划的空间里面，可以算是一个对打的游戏。那尤其我们也规划了有沙滩区，还有乐高玩具区，那还有Xbox 的体验区，以及非常大号的一个那个充气垫。整个主题乐园规划成七大区块，除了互动拍照区外，还有积木拼装区、大型气垫区、模型展示区和 Xbox 体感区等。但最受到欢迎的还是可以配备镭射装备，进入星际大战场景来场斗智枪战的镭射反攻区。小孩子觉得比较好玩吧，我们陪小孩子来玩的，可是小孩子应该会很喜欢。对，我还可以吧。孩子很多那个假想吧，他们可能会蛮有趣的，可是大人会觉得没有趣，可是小孩子会觉得很有趣。瞄准暑假商机和紧接而来的父亲节档期，百货业者挖空心思办活动，就看消费者买不买单了。记者李佳中采访。